出金身，拄着世冲的阻碍，两人小钱煞去害到妇女受伤。也不过嘛，因为这个意外，和楚文跟妇女变好朋友。过不外久，一面巧合之下，楚文解救了阿金一命，秀丽真感激伊。夜娇为了要得到新郎大的愿望，是无愿意巴结楚文。哎呦，有人客哦！阿娇啊，你等下啊，以后是有楚大夫啦。我的姓名文言啊，叫楚文啊，楚文啊，这是我的某阿娇啊。我那是阿叔。嗯。阿叔你好。你好啊。阿娘，时间不早，我先过去啊。哎，无喏，啊，你饭还袂食煞，搁遮尼晚，臭大夫啊！既然你是阮人的救命恩人，无你就留落来住啦。这臭完啦，你就留落来，留落来啦。那呢，就多谢你啦。这，谢谢啊。小王呀，看你家了哈。好。就赶紧去找新郎大弟求生。好啊，我跟山家溪谷水池找讲。来哦，买菜啊！哎，老早。老早。怎样？你是？习惯啊，我是婚姻啊。安怎？我穿安尼，你认得出来啊？嗯，水。你整个呢哦，真正是一个足水的小姑娘啊！多谢你啦，芬妮。你丫头这个气是啥物时阵有诶？这应该哦，对我一出事就有啊啦。芬妮，虽然你不是我的小妹，啊，不过你的年岁跟我的小妹差不多，你若是无去，你会当叫我一声阿娘。你讲的是真实的。就好诶，我真叫阿兄，阿兄，这种笑呀，阿你来来家？这声音，你是？习惯啊。欢迎啊。嗯，笑呀，你是笑啥？笑你这袂见笑头啊！既然敢违背阮阿爸的意思，偷换查某要哪会啥？走出来又怪这查甫人！哎，我若等去斗，这边你稳死啊！这是王法的所在，无凭无据，请你卖胡白乱讲话。在这所在我就用法，我讲啥就算啥。婚姻啊，这边我好好给教示哈。既然敢违背我的意思，甲别个查甫人咧偷换去，我。啊我想偷下去和查某囡仔查某人啊！秀丽姑娘，你误会啊啦！拄只我是咧教新闻岛的卡手人，你要去倒位啊？进去，这个所在是足危险的。非得欺负查某囡仔，都是唔对。啊！秀丽姑娘，你带我去边啊？我来对付他。在地牢上玩呀？既然敢抢我家的查某囡仔，我去啊！快！我当没走，我要带你老了。哎，那里，哎，少爷，你快离开啊！我今晚等你走去小杨，他面前老人成天麻烦哦。欢迎。哎呦，金大兄，老是想着一个好办法，专工要来讲给你知的呢。啊，有什么代志你就紧讲嘛，你等完我讲，讲。阿林世昌啊，不是真介秀丽啊，这几天哦，秀丽拢在后山卡打字，安尼林世昌唔对当。哎呦，
赞赞赞，这部叫做青米煮正饭啦。我跟你讲，这部是好部数，回家。好，你做人的兄嫂，含这个部数你就想得出来。哎，咱讲实在吼，你的心肝那不是普通的劳动的。哎哟，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啊，人安尼做。我也是为了你啊。我以前是你们救婚宴的外地来啦，我要回邓家动手。外地来，冰岛算出伊有一个劫数，尤其是伫个冰岛去登山这几工，爱特别注意，绝对袂用甲世上的人士有任何的偷藏。师兄，迄、那个外地人是不是世上？我刚才有听到婚宴叫伊错完。安尼你袂用去，是安怎、啊？因为梵天道长讲，你今年犯一个足大的劫数，上爱提防的都是一个姓蔡的外地人。我唔管啊，天姓蔡哦，要甲我收收钱，我正回要找相处。世昌啊，你是王家的单丁独子，你敢会堪要死甲惨死？今年上重要的，就是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大劫数，知无？啊，那迄个收钱。你在做啥？无啊，我行，跟我你别去。哎、欸，阿爸，你这拍我。一百呀，这查某拄只用较偷看。这是、啊、阿爸，伊婚宴啦，啊？啊，穿这查某衫哦，看起来是较无共啦。啊，对啦，阿爸，伊拄只甲迄个细串做一起舞啊，你替我做主。老爷，我无啦。我较大只咧阿来个。你穿查某衫去生查甫人，搁欺负世昌，这是私心呢。好，我顾嫌生。阿香，要滚啊！老爷，你好美丽啊！啊，你好美丽，好美丽啊！你哎呀，你老爷，乖，老爷我唔敢，太可怕了。无啊，恁两个是徛咧。死人破老的了，那你还去查房鬼啊？对，起，起，起。老爷，我今天没来，这种笑呀，你老爸不认啊。阿金兄，最近你的身体好了真多，你除了吃我油草以外，搁吃啥物件？无啊，哎，阿哥。相信奇怪的代志，最近哦，我连我小妹啊对后山挂电话去了，我就感觉我身体愈来愈勇健嘞。我想想哦，我是在想看啥？敢咪神农大帝金星在迄水池啊内底，所以迄水哦才有遐尔神奇的功效。真是了，小李公，明仔载你跟俺上去看嘛。没问题啊，蔡老爷，我马上就带你去。好，多谢你。啊，总算有人来了。也不过，这些人看起来非神类，万一我的金身那是被人所救，啊，我就惨了。这些是官老爷怕家走，有力塞不出来。黄金帮啊，真正找到金身，神农大帝敢会坐地为天呢？喂，啊人咧啦，你是唔甲阮骗啊？咱伫遮嘛等真久啊咧，现在也未看到秀瑞。哎呦，世昌少爷，你莫这么着急嘛，稍等一下，我想哦，秀瑞较早就来啊啦。世昌啊，人咧讲食紧弄破碗啦。对你心爱的查某靠耐心嘞，紧事看办，啊你若真正急，就看书紧办，
较等下病看到秀女啊，你着规个白灯啊厝，安尼较贵气啊！哎，这这钓有啥物来源？我的水分吹偌值钱呢？啊，你去甲我放落水底骨，我唔管，甲捡起来。爹爹爹！你这么是要我拿我看到你哦？哎呦！哎呦，你别家你来啦，我未做呢。哎。浑身的衣服，哈哈哈哈哈！干那是木刻的形象呢。干那是新郎大帝，新郎大帝。哎，少爷，你看这里了。哎！什么哎，就是讲咩，上无哦，嘛要完成我西元梦，才当害你啊！无咯，哎，清明是我好起来啊，西元梦是我会接到。无咯，阿爸，你家人两个元梦对无？一个元梦哦，我要治啦，我想要娶秀蕊。我想要永远青春美丽。嘿，卖即马先杀咧下元啦！哎，头到，走你啊！来，等下你先把我提提，再教我。这里啊。哈哈哈！错完，有看无？该杀人的就是杀人的啦。神龙大帝果然是英明领袖，知影我才是上好选择啦。哎，伊也甲刷去，哎，袂敢甲刷去。好，何家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能先走？哎，无喏，金伯兄，啊，找到这个金星，遐三个愿望拢冇分啦，当然买单留你吃。无归起来吧，咱即马来试看卖，就当知影是唔真实。我希望师傅就出在我面头前。我嘛希望啊，我会当得到金山银山，客家摩大天。咱卖讲三老白话啦，听我清楚吗？愿望拢总只三个呢，迄都爱豆豆啊考虑，慢慢啊想，啊你唔只未拍算啊！我的金身竟然是落在王金霸手头，伊是地方的恶霸，我报阮三个愿望，那是可以，万一我岂不是助纣为虐啊？好，你看，敢会是迄神龙大帝金身哦？伫水内底想过久啊！阿爸就一时火气，不怕动作菜瓜去认着人啊！无可能，新郎大帝也安尼做，绝对有原因。你啊，楚文兄，你拢上家安尼啊？阿三嘛怕去啊？我提我给你吃好。秀丽，小瓜兄弟啊，你卖给无用的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叫秀丽哦，给你倒茶干净哦。这药啊，先给你吃。阿弟三号，阿替你报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我吃了这大，阁无人替我提过衫，真多谢你。唔免客气啦。既然哦，神龙大帝真心无对你等啊，卡叔，我是讲卡叔啦吼，
咱那是把金星哦偷偷给藏起来，那呢，黄金吧，就我都向金星下弯啦。阿金兄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俗语讲，阴人较惨欠人。唱金星敢真正都法度阻挡王金霸得到新龙大帝愿望呢？少爷，你在哪吃啊？芬妮啊，你上怎唔吃唔啉啦？我烦恼你，本阿爸烦恼你的要死啦，唔知叫我送饭菜来，你吃。多谢少爷，我知影讲，虽然你常常欺负我，啊，不过其实弟弟的心内，你也是足关心我的，对不？哪有啦？你别听我白讲，好不？我是烦恼，你若是要死哦，就无人做我的替死鬼啊！别再听我白想啊！今仔我不来做。少爷，少爷。你是怎会变到这么安呢？刚才那个很怕我哭，还没照顾我的人。芬妮，你在哭啥？你讲这大声，我会惊。曼塔，我帮你把你讲看到。你别叫是你大声，我就会惊你，我比你更加大声。芬妮，咱做伙话。你莫叫是你大声，我都会惊你，我比你更加大声。你看，你讲袂响啊，只要你莫哭，以后我会保护你的啦。谢谢阿兄，多谢你。你不是讲过，你会保护我的？到底要到什么时阵，你才会想起你讲过的话？为着保佑王金霸这个歹人凊彩下官，都听阿金的建议要来唱金星呢。这个计划敢无都顺利完成呢？金星到底可要倒位？让我找拢无。这哭声，敢是芬妮的声音？假使真正是，我一定先把伊救出来。小蛋，啊你是要倒？兄弟啊，原来是你，你头仔拄好，我等下找无你的金星，你赶紧甲我讲，伊伫咧等所在。嘿，啊你即马到底是要找小妹，还是要找金星？你即马是讲啥？啊，我唔是讲过啊，你若找到我，就等于若找到恁小妹，安尼你搁认袂出来？你即马所讲的，我一句都听无啊。三个愿望若解决，金星甲恁小妹自然就等下你的身边。阿爸。外口敢那有人呢？你去外口看下。哎呦，派人来啊，金酸啊！哎，你是啥？当外头的吼？嗯，我是要来给你三个愿望啊。什么三个愿望？卖我别讲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若赶走，你三个愿望就无去哦。这三片药啊。每一片代表一个愿望，你只要对猴啊讲出你的愿望，我就替你实现啦。三片猴啊，三个愿望，那是真的假的啦？我就知哦，你一定袂相信我啦，哈哈，因为我看起来就那个一个戆眼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三片猴啊，敢有可能代表三个愿望？你讲你手即摆摕这树苗啊，就是迄个戆眼头哩哦。系啊，安那看，这嘛是普通的树苗啊。这简单啊，飞雕，我是想要收你姑娘，看会当主动甲我进入无？上好是连面会当甲我洞房，试看卖就知啊。你遐个小某，就是变作一只小鬼哥啦。小刘啊，我去啊，我去！但是
只鸡也讲苦啊，我可不凊彩讲讲，啊你怎变做一只猪？阿爸，您看麦，我电工走出来，啊，好卡在，你怎么看起来哦，阿个是人？闹地声！真的是无嘢食豆腐拄啊好，想袂到王金爸偷一个愿望，就是要后生变猪。一声世上敢真正都在做猪哥精，神农大帝要安怎完成伊应人的代志，又搁袂助纣为虐呢？明仔载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神农大帝报恩。